大家好啊，今天说一下这个文棍儿啊，文棍儿摩擦阴蒂啊，朱老板莱昂纳德阴蒂老黑了这个事儿啊。哎呀，你说这几位10个月以前啊，大家记不记得10个月以前啊？我好像跟他们大战呢，跟这个阴蒂啊大战。不行，我应该说这想笑。我跟阴蒂大战了300回合，你说哪个阴蒂呀？啊，就是那个疆独啊，天天吵吵我们新疆要建国啊，还包括其他民族啊，我们得建个国。就那个阴蒂啊，哎呀，想建国想疯了，他先可以找找那个库尔德人谈谈经验，看库尔德人建没建国啊，他能不能建国？远的不说啊，先说这个文棍儿啊，文棍儿现在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蚂蚁帮和文棍儿开始什么打阴地了。哎呀，这个看得我这一个乐啊，这个文棍儿把阴地的老底都揭了啊，大家可以看啊，在船上，一顿骂啊，巨他妈搞笑。哎呀，现在阴地啊已经被蚂蚁帮锁定啊，10个月以前。我在大战阴帝的时候啊，我在大战阴帝的时候，我就提出来过，阴帝这种人是什么？就是个种族主义者啊，标榜什么民族主义，什么民族啊，维吾尔族的，所以叫维吾尔族主义。这样又想起来有国内有一个叫朱老板的啊，天天吵吵啊华族主义，之前叫民族主义，被我揭了底裤啊，他是回族人。回族人、维吾尔人，你们都要民族主义，那你最后不跟阴帝一样吗？最后玩的不还是阴帝这套吗？要建国嘛，我们回民要独立。你看回民、阴帝、维吾尔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少数民族，又都是什么？都信仰伊斯兰教。妈，你看都这，是不是？所以这种人呢，最后我告诉你，这种人玩起了这个民族主义，玩最后啊。就杀汉人，屠杀汉人呐！知道陕甘回乱吗？清末时候陕甘回乱，成村成村的汉人让人宰呀！最后清朝政府还是满族人政府出来镇压，派着军队陕甘回乱平乱呐！我操，互相之间杀多少？所以民族主义这东西啊，汉族人一定要警惕，咱们是多数。啊，汉族人十几个亿，咱们是多数。第一，咱们不要欺负少数民族，不要有啊成见，但是也不要让少数民族啊这种民族主义的萌芽，是不是？这种种族主义萌芽爆发，那样的话，不但害了他们自己啊，也害了很多汉族人。屠杀起来，咱们汉族人肯定赢，你记住了，肯定赢。但是他们。也是在给他们自己民族里边啊，普普通通老百姓、普普通通的人带到一个大坑里面，互相之间种族屠杀是最恐怖的。我告诉大家，所以大家要警惕这种啊，像阴帝啊、朱老板这种披着这个什么，哎呀，伟大、自由、民主啊，咱们就整一个什么56个民族华族主义，披着这种外衣啊，给你洗脑的种族主义者。华族主义最后弄的也是种族主义。我告诉大家，因为啥？他把一个民族变成56个民族了啊，也是类似于这个，就是只有我们团结，你们啊，56个民族以外，不跟你团结。记住了啊，这种主义是狭隘的。我现在告诉你，哎呀，那再说回文棍儿啊，文棍儿挺厉害啊，文棍儿现在火力全开搞阴地啊。每天摩擦两下，每天摩擦两下，我操！这在船上啊，刚刚开始啊，我看的视频乐死我了，刚刚开始啊，我操！哎呀，文贵手底下那几位大将啊，卡利西开始也是把这个阴蒂啊一顿数落。哎呀，但是啊，我觉得文贵忘了几位啊，当初跟阴蒂啊一起上阵的还有谁呀、啊？还有一个叫莱昂纳德的。朱老板、莱昂纳德，哎，阴帝老黑了，还有个老黑呢，都不要忘了啊！记住了，文贵儿还有老黑呢啊！老黑是干啥的？哎，
你自己也不要忘了，那个老黑可帮着阴帝的啊，他们三个谎言三角。所以我告诉大家了啊，这帮人是一起的啊，一起的。你看，发动对我攻击的阴帝啊，当初他阴帝说了什么话啊？纳粹思想的啊，说萨沙有纳粹思想，朱老板上来就纳粹黄俄。莱昂纳德说我哎，纳粹黄俄，朱老板上来纳粹黄俄。哎呀，老黑也是啊，这个老黑啊，稍微还胆小一点，不敢弄这个词儿，他爸被油管封啊，可能也怕挨揍。完，我不去过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吗？离他们家可近了，我都去过，我根据地址我都去过啊，只是啊没在那儿录像。我要在那儿录像，我怕老黑惊着得搬家。他家那地方我去过啊，我还去看过武磊踢球吗？大家记着吧啊。所以西班牙哈，随时都可以去，没啥的啊。老黑啊，我知道你胆小啊，我知道你胆，但是你记住了啊，你跑不了。你记住，你跑不了。文贵啊，我觉得文贵打印地啊，把他周边这些应该打一打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朱老板这帮人，像什么，就像外围的那帮人似的。你看看，印地一发话，这帮人一起上。哎呀，今天证实了啊，这个连文贵啊，印地的老板文贵都跟印地翻脸了，大家可想而知啊，这里边水有多深啊。阴帝啊这种人跟那个文贵翻脸，其实我不意外啊，文贵也讲了啊，你什么主义，你共产主义啊，资本主义，是不是自由民主集权统治，你都是中国人呢、啊、民族上咋都是中国人、啊、是不是？那你这个少数民族大谈这个种族屠杀，文贵讲的不是我讲。要把中国人杀绝了啊！中国人不是人，中国人死绝了，中国病毒，文贵也不干。我觉得文贵啊是看了我很多视频呐、啊，文贵深有体会、啊，所以我现在已经把文贵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哎，思想纠正过来。你大谈什么主义，最后咱们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民族的主义啊，可以交流思想，到时候换呢还是不换？但是这种民族主义一旦起来，会给你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给其他民族也带来巨大灾难。文贵这一点说的挺对的啊，这一点搁正常人想都是对的。那么我希望啊，我也希望这些朱老板的粉丝自己也想想啊，这个朱老板和阴帝非常像啊，不是说朱老板有阴帝啊，朱老板有那个睾丸正在摩擦，当他的睾丸摩擦没了，就剩下阴唇、阴户、阴地，是不是？剩那一点了，就剩一点点了啊！直接变性了，变性，嗯、是不是？站在这个骑在墙上，咿呀，咿呀呀，是不是？变性了，朱老板啊，懒得球都没了，摩擦的就剩阴地了啊！所以我说过，这帮人最后啊会。哎，殊途同归，他们会跑到一起去啊，会抱团儿。我在十个月以前我就怀疑过，这个朱老板啊，会不会也是穆斯林和这个阴帝啊私底下通过什么什么联系？你包括什么微信呐、QQ 啊？所以我说过，国家有关机关应该查查这个朱老板啊，一定要查查这个朱老板，至少他们单位领导、党支部，他不有工作吗？在北京？党支部应该查查他跟阴帝到底什么关系，怎么一个江都啊信伊斯兰教的和这个北京城里边信伊斯兰教的回族怎么口径一致呢？你说这个江都管我叫什么纳粹黄俄，这个北京城里边的这个什么这个回族回民也管我叫纳粹回母啊纳粹黄俄，他们一致啊排斥俄罗斯族，然后一致啊要求什么民族平等。你说你排斥俄罗斯族，你又是少数民族，你又是什么，是不是？你又是穆斯林，你说这玩意儿难免让人产生怀疑。我希望啊，我希望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观众吧，自己啊擦亮眼睛看一看这
这个阴帝当年也是忽悠着所有汉族人，所有中国人，给他捐钱捐物啊，要粉丝，明摆着吗？要粉丝，然后粉丝大了，开始反中国人，吃着中国人，拿着中，这是人家这个文贵原话，吃着中国人，拿着中国人啊，要杀中国人。那你所有的啊，其他的看看这个竹老板，自己也想一想，竹老板。还有那个老黑，老黑也是少数民族，我告诉大家，那个老黑是少数民族啊，老黑是少数民族。你说这几个少数民族加一起，这几个少数民族加到一起，高举着民族主义，说你们不能欺负我们少数民族，然后他大谈特谈啊，反俄，俄罗斯人不也是少数民族吗？你怎么还，哎，你一个少数民族，我怎么瞧不起其他少数民族啊？是不是？所以我说过啊，这种人最后还是忽悠这帮啊中国人啊当粉丝。你看文贵讲的嘛，忽悠你们当粉丝，最后呢，底裤一掉，那张丑陋的脸一露，干嘛呀？吃了你们，杀了你们，杀光你们这帮中国人，多可怕呀，多可怕呀！你们自己得想一想，这种民族主义者啊。我呀、啊，我的怀疑是一贯的。我十个月以前我就怀疑过这帮人，我还专门做过视频嘛。我说竹老板、阴帝、老黑、莱昂纳德，你们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啊？是不是一伙的？给我们解释解释，口径出奇的一致。完了，那最可怕是那个竹老板。你说这几位跑到国外反啊反中反共，这竹老板就在北京啊。我说有关部门你不查吗？就这种就在北京啊，打个车就去中南海了吗？打个车不就去中海吗？中南海了吗？你说北京有一帮 UP 主还给他们竹老板洗地，说哎呀，怎么离中南海还远着呢？远着呢，远着呢，在北京城里都不远了，溜达两步也能到了，怎么跟这帮江独混到一起啊？一模一样啊，说话口径都一样。不得查查吗？不得查查吗？这个疑问就没有了吗？这个疑问现在怎么样？那个阴帝被谁？被他老板文贵儿，蚂蚁帮领袖文贵儿直接扒出来，他就是个江独吗？我之前说的没错啊，那阴帝就是江独吗？他老板告诉他的，他就是江独啊，就是要杀汉人吗？拿着汉人的钱啊，祸害汉人小姑娘，祸害完了咔一刀给宰了，然后哎呀，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咱们一起吧，咱们都叫中华民族，哎，跟我来睡觉吧，哎，睡完觉咔一刀宰了，哎，再忽悠下一个。他们是这个心理，他不把汉族人当人，不把其他少数民族当人，他上来就什么女真纳粹女真，你看达子上来就这个黄俄，把别的少数民族当成什么？当成玩物，完还得你跟这大谈主义呢。其他的人啊，其他民族都不是民族，就我们回族是民族，我们维吾尔人是民族，其他人都应该被我们统治啊。你看这种思想，你说我是汉族人，我都不会有这种思想，我还追求什么民族？是不是？别光五十个民族，咱们以国家形态。地球上是好几万个民族，咱们都平等，咱们以国家形态交往，你不管什么民族，你只要拿着中国护照，咱们都是平等的，这多好。不行，玩民族主义啊，华族主义，你说他妈一个，哎呀，你说这帮少数民族一高举着华族主义，然后打压其他少数民族，这不华天下之大吉吗？这种人呢，最后玩不过去了，把这个哎华族主义扔，啪自己了，我是回族啊，我怎么是华族呢？都是那帮汉族人弄的这帮民族主义，说咱们反汉族人就干这个事儿了，就跟我说那阴帝在美国的那个唐人街干的事儿是一样的，天天吵吵，哎呀，中国人是不是反共？咱们都反共，最后你看中国人不是人，中国病毒。你说采访的那帮人，他阴帝节目里采访那帮人不都是中国人吗？采访那帮台湾人不都是中国人吗？
他们是中国人，虽然反共，但是他是中国人。那你现在说是中国病毒印地，你说中国病毒是不是骂那帮人也是病毒？所以我说文贵啊，已经把印地的底裤扒下来了。这个人是什么？就是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我十个月以前我已经扒过印地的那个底裤了，当时好像没有人支持我，没有太多人支持我。但你看看现在我这个，我他不说预言了，我看人最准，我看这帮人看的最准，他们是什么鸟，我一看他张嘴我就知道是什么鸟，最后他要往哪方向走。那老黑怂逼，是不是？他就个怂逼，可能家里有个媳妇儿，有孩子的啊，天天跟着那个这帮人混，就想混点吃混点喝。我知道老黑啊，但是你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也跑不了啊！要搂搂一连串，你放心，阴地出完事儿，下一个就是你啊！莱昂纳德不也一样吗？莱昂纳德，你看看这莱昂纳德，股东台湾那边民粹，台湾人、大陆人，我们不是一家人，不就这回事吗？不还是吗？玩的都是这个民粹呀！朱老板，你看看，我的妈呀！朱老板还弄成粉红了，朱老板。还弄到什么爱国阵营里边了，我都惊着了，我都惊着了。朱老板弄到爱国阵营里面，你说他干的和阴地有啥区别吗？他只是阴地在国外干，这朱老板在国内干，俩人都是穆斯林呢，回民嘛，都是穆斯林嘛，可近了，可亲了，他俩。你看阴地怎么骂我，这朱老板就怎么骂我。俩人都估计在同时，你看那视频发出来同时骂我，所以我说他俩一定有是有联系的。现在阴地底裤被扒了，被谁？被他老板门棍儿。你看扒的，自己去看看门棍儿，在船上痛骂阴地那段，看得我这个乐。蚂蚁帮他们估计现在开始也准备阴地黑材料了，但是你说阴地是哎民族主义者是不是？反咱们汉人，杀汉人而痛快。是不是？而后快就是要杀咱们这汉族人，那你能说当初跟阴地一起的这个竹老板、莱昂纳德、老黑这帮人，你说他们是好人吗？他跟阴地没有一腿吗？他跟阴地之间没有联系吗？你不能这么想。所以我说过啊，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啊，就打着这个各种旗号忽悠完你以后，私底下干的什么杀你们而后快的事儿，你自己去看看那个竹老板社区啊，几乎56个民族啊，让他羞辱一遍，整个羞辱一遍，我的妈呀！他的思想里边啊，那就是大大什么，就是大什么什么主义啊，都是大主义，其他的都是小的啊。他可以在这个大主义下边侮辱一切人啊，扫荡一切，是不是？打击一切。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壳一旦不好使了，他马上把这个壳扔掉，换成自己真实面目，披着羊皮的狼。好了啊，咱文贵啊，我觉得至少打阴地这个事儿他是看明白了啊。其实可能文贵啊十个月以前就知道阴地到底是什么人，但是呢碍于各种各样原因啊，得跟阴地合作，得利用阴地。但是现在既然翻脸了，大家也看看阴地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另外也不要忘了那几位啊，竹老板、莱昂纳德、阴地、老黑了。